七国集团外长会无视中方严正立场和客观事实，粗暴干涉中国内政，恶意污蔑抹黑中国，有关声明字里行间充斥着傲慢、偏见和反华恶华的险恶用心。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，并已向会议主办国日本方面提出严正交涉。